醒醒醒醒醒醒！哎，你看这个人怎么大白天偷东西啊？这不是我们公司那保洁吗？好啊，大白天的偷人家东西，我给他拍下来。 应该是这个吧。醒醒醒醒！谢谢你，啊，我这是老毛病了。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来，这给你。我还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啊。 陈经理，陈经理，我刚刚在公司楼下看到我们那个新来的保洁啊，趁人家晕倒了偷人家东西呢。你快看，还真是他！平时看他挺老实的，既然是这样的人，就是像他这样子啊，多影响我们公司的形象啊！他这种人就应该开除他。去，把他给我叫进来。扫地的，陈经理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好。 经理，你等我。说话离我远点，嘴里什么味啊？臭死了！对了，你被开除了，为什么呀？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刚才在楼下干了什么，心里没点数吗？经理，不是你想的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你的人品已经不适合在我们公司待了，混蛋吧！喂，妈，你放心吧，我很快就把爸的手术费转过去。 你在家好好照顾我爸。嗯，那我先挂了啊。经理，为什么不听我解释？这下工作没了，我爸的手术费可怎么办呀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你啊！我运气实在是太差了。 我才刚上班没几天，公司就把我给开除了。我上班很能吃苦耐劳的，我怎么他们都不给我解释啊？这样，哦对了，你说话嘴里边怎么有一股异味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异味怎么都刷不掉，可能是熬夜熬的吧。走，我去公司。陈经理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 好的，何总，坐吧。来，你不是有口臭吗？这是我们公司的心情，你拿去试试，以后你吐霾就再也不用担心嘴里有味带来的尴尬了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何总，你找我啊？对。哎，你这个老阿姨不是叫你滚蛋了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人是我卖回来的，我刚刚在停车场发生了点意外，是他救了我。你作为公司高管。 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人开了，我看没有人品的是你吧，何总，我什么我？去财务部，你工资走人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老板，我叫朱小红。你刚才在外面打电话，我都听到了。来，这个你拿着。老板，我不能要。 没事的，你拿着吧，你父亲的身体要紧，先拿去给他看病。谢谢老板。你不用谢我，要谢啊，就谢谢你自己，是你的善良打动了我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公司经理这个职位就由你来担任吧。啊，老板，经理这个职位我恐怕胜任不了。没事的，我相信你，像你这么善良孝顺的人。 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，你记住，好人终究有好报，这个就是你的爸。哎，发财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建哥。 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啊！我还准备酒菜、啊，你还好意思说？电话打爆了，你都不接。建哥，我可不是故意的。
我是真没听到你打电话来，我之前那个手机坏了，现在暂时用这个老年机，信号还不太好。我就直说吧，今天我来了是想找你借点钱，最近手头有点紧。建哥，你借多少？也不多，就12万，3天之后就还你。是。发财，你能不能借？不能借我好想办法。建哥，能借，不过你要等我一下。喂，李总。何总，你的货款到底能不能付啊？不能付的话，我就换一家合作了啊。可以的，李总，你别急，今天之内我一定给你把款打过去。好，我等你。燕哥，来，写一下。发财，你进去半天就让我写这个呀？人那娃呀，作业本老是乱扔，找了好半天呢。发财，平时我也没有少帮你，你说要写这个玩意儿，你早说嘛，我写就是了。哎，谁让你写借条了？我是让你写卡号。我那个智能手机不是坏了吗？这个手机啊转不了，要去银行，所以啊你要等一会儿。发财，这，哎，你赶紧写吧，这个呀，划掉，再划掉。我说啊，你那兄弟建哥不是说好3天还钱的吗？这都5天过去了，钱呢？行了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可能他现在真的遇到困难呢。那我们老家房子装修怎么办？你看他开那么好的车，也不像缺钱的人啊。那也许是他忙忘记了呢，等他想起来会还的。建哥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哪一次遇到困难不是建哥帮助我们的呀？你想帮别人，你要看自己的能力呀。这下好了，存款全部借出去了，我们还去借别人的钱。哎呀，行了，建哥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来还你钱啊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本来说好3天还的，没想到出差耽误了2天。给，这里啊，分了12打，1打1万，你拿着。我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建哥，我数完你再走。行，你慢慢数吧。放心，我不会少你的。嗨，这3打还要慢慢数啊，3万块钱。3万？是啊，这3万是我跟朋友借的。要数清楚，还给人家。喂，老表，你那里有没有3万块钱啊？我想，喂。喂，刚刚信号不太好，你那里有没有3万块钱、啊？借我应应急，过两天就还你了。好，谢谢。这9万是我自己存的，我不急，你拿去应急。哎呀，发财，你这样我下次不找你帮忙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咱俩谁跟谁呀？发财，谢谢你啊。不过我的资金已经全部到账了，不需要应急了。这个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行，不需要就行。张开手，哎，这里怎么还有个新手机啊？送给你的呀，你那个手机都修了多少年了，还舍不得换？不用，你拿回去，收着吧。建哥，你拿着。我这里啊，刚买了一个新手机，还是5G 的呢。发财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？还舍得换5G 手机了？我是怕你啊，这些钱不够，在找我的时候，我接不到你的电话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。